原标题：老袁手下没有一个将领当汉奸。看完之后，感觉老袁也没有那么坏，清政府软弱无能，面对各国列强的瓜分和欺辱，只有被动妥协。中国人民对其的抗争一直不断，从道光年间就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天平天国运动，后来为了争夺权力而背离初衷，随后的义和团运动，打出扶清灭洋的口号，对世界列强的胡作非为做出了强硬的回应。可是清政府为了讨好洋人，维持这个已经腐烂的统治，与洋人一同镇压了义和团运动。到了1912年，国父孙文先生在周游列国之后，了解了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腐朽的封建制度，于是在这一年发动了起义，各省纷纷响应革命，相继独立。前清新军首领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，担任了民国第一任大总统，开始了北洋政府的统治。在袁世凯统治时期，北洋政府还勉强维持，但是他晚年不甘寂寞，想恢复帝制，自己当皇帝，年号洪。线都打出来了，可是北洋政府的要员都表示不支持，甚至称病辞官。老袁搞了次灰头土脸，皇帝没当几天，反把自己给熬垮了，没过多久便病逝了。老袁病死后，北洋政府乱成一锅粥了，奉系、皖系和直系军阀互相争夺争权夺利，为了掌控北洋政府，三方军阀打得昏天地暗的，最后张作霖的奉系成功把持了北洋政府。直到黄姑屯事件之前，为了获得利益，老袁手下的将领和日本都多多少少有点瓜葛。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段祺瑞先后两次与日本借款，被称为西元借款，但后来在下台后把这件事给赖了，气得日本人干跳脚。除了段祺瑞，张作霖也利用过日本人，但是具体涉及到国家领土和主权根本就不认账，所以张作霖在黄豚沽被炸死，吴佩孚因拒绝投靠日本被日本压抑谋害而死，徐世昌宁愿病死都不和日本人合作，曹锟和段祺瑞都对日本没什么好感。在日本侵华战争中，老袁手下的将领没有一个投靠日本当了汉奸，个个都对抗日抱着坚决的意见，哪怕是落魄还是当权。虽然老袁和他手下的军阀对国人做出了伤害，但是在大是大非的面前，人人都能够站准自己的立场，就是丧权辱国的第21条。老袁和世界上的列强也曾据理力争，可是中国那会薄弱的样子，责任也不全在老袁身上。反观后来的有些人，自称爱国爱的不行不行的，但是面对侵略者的入侵，转头就背叛了国家和民族。其中的代表就是汪精卫，还提出什么曲线救国路线，直接就是侮辱国人的智商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